各位观众朋友，早上欢迎收看四月七号的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咱先来关心台湾武汉肺炎确诊，目前累积355例，昨增加7例确诊，有一例是本土病例，也找无感染来源。疫情指挥中心也决定，将找无原因的拍巴肚立即通报采检。另外，居家检疫加隔离的人满14天了后，也必须再进行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确实，国内阁增加7件确诊个案，其中一名是40多岁男性，最近无出国，3月30日出现发烧症状，去诊所看病，4月7日阁去诊所，因为鼻膜加食物炎症的症状，通报采检了后确诊。指挥中心对查，这15人一个人大，找出一场有接触者7人，朋友2人，目前找无感染源。住家跟上班的地方，的是主要的可能的暴露的场所了，那所以现在有框列大概是九位的接触者啊，那还在做进一步的疫调，就是说在目前的确还找不出可能其他的一个感染源。另外6个境外移入病例当中，有一个是在14天国家隔离期满了后，感觉无放心，联络卫生单位采检确诊。这名个案是3月18日为美国登个台湾，伊个确诊的个案194家，202是港班机。伊登个台湾的时阵，症状只有小可闹下加胸腔的杂杂。指挥中心表示，为初五开始会对国家隔离加国家检疫的人发简讯提醒注意，14天检疫期间是不是有相关的症状，而且还阁自主健康管理7天。我们解除隔离了，可他家里的人非常不放心，好，所以就跟我们的卫生局在联络，好，卫生局在经过一番的询问之后，好，那就决定请他再来采检，那变成是阳性，那现在可能有必要说重新回去看14天前的那些相关的症状，都要把它 review 过之后，好，才能够解除隔离。明天开始啊，会针对解除隔离的或解除居家检疫的人，会寄出一个简讯。接受之外要做自主健康管理，那如果说要外出还要戴个口罩，好，那有症状就赶快就医。另外，北部社区确诊愈保全，全社区200多人传出一名住户发烧，已经采检送检当中。前一阵仔回国的澳籍团17人已经有6人确诊，指挥中心继续采检其他的团员，有2人初步是出现阳性。即马确诊人数变多，非典型症状也变多，指挥中心专家会议决定将不明原因留下，那就通报采检定期。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要将近12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万人。咱继续来看最新的数字统计。中国病例有81000多例，台湾昨增加7例，目前有355例。香港有862例的确诊，日本是3400多例，南韩超过10000例确诊，美国是目前全世界病例上侪国家，超过38人治病，欧洲国家意大利超过124000例，西班牙也有超过120000例，德国有96000多人治病，法国也超过90000人确诊，英国有42000多例，伊拢是超过55000例。来看全球疫情继续在拖，在美国纽约州累计确诊已经超过11万人，官方估计疫情会在7天内达到高峰。在欧洲的部分，西班牙已经超过意大利，变成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南美洲厄瓜多康卡的街路多一个大体，虽然已经为封锁线，也已经4天了，没人来将尸体运走，也没当地居民加押金。厄瓜多是目前南美洲重灾区，受疫情冲击，虽然厄瓜多已经宵禁封城，也宣布国家紧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不过随着确诊人数增加，各地医疗体系又要未堪得哩，真济殡仪馆阁因为工作量增加真济，大体未复修，官方只好派出军警沿路收尸。Llegarán entre 2.500 a 3.500 por COVID, solo en la provincia del Guayas. Para que eso no, nos estamos preparando, para eso nos estamos preparando.
在澳洲，西班牙一天就新增加确诊7026例，809人死亡，全部确诊数破124700例，确定超过意大利，正是澳洲疫情上严重国家。总理桑切斯宣布延长全国紧急状态2礼拜。Les anuncio que el Consejo de Ministros del próximo martes solicitará de nuevo la autorización del Congreso de los Diputados para prorrogar por segunda vez el estado de alarma el 12 de abril hasta las 24 horas del sábado 25 de abril.南国经济美国约翰霍金斯大学统计，美国确诊病例已经破300,000，8000多人死亡。加拿大纽约州确诊病例都已经破11万人，3565人死亡，一礼拜以来增加将近4倍，总数占全美国46%。州长古莫高盛已经在7天内达到高峰，不过也警告目前物资能力仍明显不够，还是无准备好迎接高峰。By the numbers, we're not yet at the apex.We're getting closer. Depending on whose model you look at, they'll say 4, 5, 6, 7 days. Some people go out 14 days. But our reading of the projections is we're somewhere in the 7-day range.另外，伫特伦奇测试新增加超过3000例确诊，创下单日新高。死亡总共有501例。当局初三就宣布禁止70岁以下公民出门。去人济公共场所也强制挂嘴安。确实无保持至少3倍社交距离也受罚。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来看今日报纸有报道什么大代志。首先是彭哥日报，香港特首新闻办公室主任谭启尧离职六天，昨传出伫徛家楼顶摔倒台，人不幸过往，直到32岁，现场并无留遗书。联合报，清明连假各大景点拢出现人潮，尤其拢无保持社交距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景点的游客比伊想的低真多，昨嘛针对11个景点发出国家级的警告，呼吁民众唔通过去。中国时报，面对连假过后，若出现新一波疫情高峰，台湾敢会下令禁止出门？陈时中表示，目前台湾社区群组无亲像日本、英国贵人遐多，国外入境嘛拢咧居家检疫，研判并无下禁令的必要。不过，陈时中嘛补充，任何可能拢有，都爱看疫情发展到什么款的程度。清明连假，各地景点的人潮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头摆发出国家级的警告，提醒民众垦丁附近人多，暂时卖去。另外，还有10个热门的观光景点，也提醒民众爱保持社交距离。清明连假第三天，乡村老街人真多，真多民众带全家来到电影景点来翕相，美食小吃也是排队排真长。到暗时，人来到垦丁的街路上，警方也爱公布来提醒大家，唔通挖上挖。还请各位民众在室外保持社交距离1公尺。垦丁街路上人真多，引发人挤人的危机。疫情指挥中心在测试中头发出国家级警报，提醒民众暂时卖去。会被特别标出来，因为他人超多的了，那其他几个地区就很多，所以我们特别把垦丁标出来，就那个垦丁的大街的人实在是，非常的多。屏东县政府亚马逊在乡村分局成立防疫增进指挥所，乡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南下关心，透过大数据掌握特定风景区，加强来警示。公安局的大数据中心来观看整个风景区人潮的一些状况，所以针对台湾人潮拥挤的这个地方，我们就来提醒民众特别注意包括整个防疫的一些措施。头一摆发出武汉肺炎国家级警报，提醒民众暂时卖去垦丁，业者有欢喜也有烦恼。好多人哦，真的好多人，可是又看到大家不戴口罩，真的有点怕，有很怕那个疫情啪啪照的。那因为政策，我觉得也是没有管制的很好，这样子，所以那我们这边的人也会紧张啊。另外，有10个景点也列入警示的所在，包括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高雄基山老街、台南关仔岭、虎头埤、甲云林北港、朝天宫这所在，提醒民众互相卖我相军。不希望说像国外一样封城，那是最糟糕的状况啊，对不对？哎，这样子多多少少可以做点生意，
够八道啊，那个喝啊，嘿。因为之前已经有那个行程安排好了，他就是要来这边呢、啊。不过大部分游客依然照计划出去佚佗，无提前取消。不过有旅游业者认为，只是垦丁街路上人较多，不是恒春半岛所有景点拢安尼，发出警示，恐惊有一寡放大。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清明连假最后一天，国道北上车流量将会出现车潮，预计预告伫下晡的塞车情形可能会上严重。高雄局预告今仔日国道交流量会有110,000车公里，是平常时的1.3倍，其中北上交通量会当达到640,000车公里。不过受到疫情影响，清明连假的交通量是7年来上低。那今仔日是连假最后一天，高雄局预计上北的车流量会集中伫下晡，恐惊会塞12点钟，建议驾驶要量早出门，避免拄到塞车情形。因为这几天连假，不少民众拢出门佚佗，观光景点出现人潮。地方政府烦恼武汉肺炎传染，呼吁中央爱定法则，处罚无遵守社交距离的民众。清明连假第三天，台湾真侪观光景点溢出真侪人，像北港朝天宫、客满行乡参拜信众，人甲人之间离无靠近公尺，有的人甚至无挂嘴暗。地方首长烦恼台湾的疫情风扇，导致连假出去佚佗的人中失败去。户外的活动社交距离，可能如果没有维持好，万一发生群聚感染的话，那坦白讲，可能我们的一些商业活动就要受到大影响。大家不想变成印度这样封城的话，那么。我们有一定要维持这个社交距离，尤其有很多又没有戴口罩，也没有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这其实是我们的防疫大漏洞。地方首长也烦恼，好好维持社交距离，阿未定发作。地方政府这当用口罩，一名急诊科医师伫面测呼吁，只要有一个台湾者伫人真侪所在一个月了后，就可能爆发上千人感染。小儿科医师林应典也表示，连假人真侪更加爱严防看防，若无进前防疫措施将失败。也记得日本因为季带来真侪伤肺人，却也造成近期日本确诊案例大爆发。这个成果可以因为几个人不遵守这个防疫的规定。而一下子溃败，当你一个传给三个，甚至传给十个，这四个再传给十个，十个再这100个再传给另外的那个每个人再传给十个的话，那个速度增加是很快很快的。医师提起武汉肺炎潜伏期长14天，连假真侪人出去佚佗，感觉造成防疫的空棚，所以2礼拜是重要的观察期。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台湾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加东北部天气会较凉冷。咱来看最新的温度。今日受到东北季风以及华南分雨区影响，各地云量偏低，早晚较凉冷。下晡开始，中部以北加东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拜一、拜二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加东北部天气变寒，其他地区早晚温差大，嘛提醒民众这几天天气变化大，要特别注意。接下来看到，为4月初4开始，民众坐火车、高铁、公车坐稳定，大众运输拢爱挂嘴安，违反规定的民众，上当会罚15,000元。为初四开始，民众坐公车、坐稳定、大众运输工具，拢总爱挂嘴暗。观察一道早的搭巴坐稳进入通路前，也有指示牌提醒，若讲无听口讯，相关罚15,000元。对挂嘴暗制度，民众拢有因的看法。OK， 很棒，就让大家安全啦、啊。我觉得罚这个钱没有用了，有的人就没有钱嘛，他就是买不到口罩。如果他是恶意的，比如说你可以在捷运站设一些嘛，卖给他。台北捷运公司表示，到初四下到4点为止，载运量大约38.7万人。看到了后，挂嘴暗伫站的乘客大约有3600人，大约500人也安尼无坐车就离开车站，无法度强制开发进行。新北市六号九二也伫一透早视察淡水轻轨的防疫进行，算是伫大众运输挂嘴暗的重要性更加指出。一个早起都有10件无挂嘴暗的案件出现，就特别询问交通局，今天一早。就有10件，有6件经过劝导带上去了，另外有4件他就没有办法上车。目前为止，没有人硬要上车，如果硬上车，我一定就开罚。
代替也是全面要求旅客挂嘴安，为了进一步防疫，原本代替列车顶有卖便当、饮料等食品，自四月初五开始全面停卖。另外，电话有听便当的服务，为初四开始都暂停。四月五号开始，我们就停止在列车上贩卖便当、饮料以及相关的食品，避免服务人员跟旅客一个接触感染的风险，也降低旅客在没有达到社交距离 1.5 公尺要求的状况下饮食引起的感染风险。除了代替无建议民众伫车厢内食物件，高铁也配合政府政策，劝导乘客卖伫车顶食物件，也全面停止伫列车顶供应食品。记者综合报道。清明拜访，地方政府拢提出应变的措施。云林为三月十九开始禁止民众入去立骨塔祭拜，另外伫桃园新屋的业家祭祖嘛取消大规模的活动，一切简单办理。来到桂林后尾回来四万公墓，工作人员站在门口，以进行人车管制。民众若是要入去拜访，唔来是量体温、做好消毒工课，才我到入去。为着要做好防疫，文管府三月十九号开始，桃园管制民众该等在纳古塔外面祭拜对书。也禁止所有的乡亲入到纳古塔里面，因为纳古塔拥挤阻塞，而且通风不良了，所以是一个群聚的一个温床。那所以呢，我们在三月十九号就寄出禁止进入纳古塔，门开开门但不开放了上去擦一擦，那个看看摸摸弄弄啊，这样子表示我们的敬意啊，这就是我们一般的习俗吧。啊，今年我们共体时间吧。文管部表示，清明节有真济民众会回乡祭祖，但民众来自全国各地，无得障碍每一个人的接触时和旅游时。嘛，宣导提早分流陪伴，原来清明节陪伴的人潮减少一半。过来到桃园省委业界祭祖，往年拢有万人参与，今年为着防疫，取消大规模的祭祖。我们以简单的仪式，个人不要祭拜。啊，经过我们将近20天的联络，20天的宣导，啊，今天终于完成了。理事长叶伦才表示，今年取消大型的祭祖仪式，改由五大班。各办两个经理代表十个人来祭拜，加上工作人员20人，总共30人参与。同前天有电文查嘛来到现场，感谢业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取消大规模祭祖，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记者魏宏、云林桃园综合报道。来看到伫桃园发生有民众居家检疫伫厝内死亡的案件，检察官初步研判是自杀。因为隔离可能引起心理的压力，外界嘛应该爱加一点啊同理心。各地方政府嘛拢有关怀中心加关怀专线提供协助。即阵受到疫情的影响，民众若要外出，嘛考虑人较少、通风好的所在。即个时阵，野外露营区嘛变成旅游的热门选择。龙岩区跨过去，爆棚在经常野地摆甲弯弯弯，受着疫情影响关系，真侪民众唔敢去人侪的室内空间。电动户主打豪华空间的龙岩区变甲真新景，不过来龙岩民众也是有家己准备防疫物品，较不安全。疫情比较危险，所以我们想说到这个比较空旷的地方、野外的地方，比较不会去跟人群接触，避免感染一些那个病毒的风险。市区现在比较不方便，啊，这里空旷啊，然后人会比较分散一点。民众轻盈的带着囡仔坐伫草皮边啊，是咧准备中昼顿。农业科业者指出，若是这几天有落寡雨，那么应该野区会更加乱。针对疫情，因也做好消毒工作，并且将每一个布棚至少隔出安全距离。连假是蛮多人的，这次因为下雨，所以帐数会少一些。因为是自然的空间，而且好山好水，而且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有宣导他们的帐篷至少会离大概2-3公尺。疫情侵袭的这个时阵，民众选择到山顶搭布棚露营，享受大自然，同时也避开人客人。在观光业受到疫情冲击的时阵，豪华露营扣进手气，成为廉价休闲的好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看到立法院的水位降到15年来上低，用要挖建码头的井盖线，对此水利局表示，这是为调度存井使用，预估在5月中地档恢复正常。
民众提起手机来翕相，不过眼前无看到日月潭的乌光山色，顶多四个光秃秃一片，蛮失落的。蛮失落的，怎么说？对啊，因为想说出来看风景啊，结果都没有水。桥开泥潭整片闭起，船岸徛伫岸边，甲平常时的日月潭景色是真无共款。当地游艇业者表示，主要会使讲是近十五年来上佳，就连接驳起哩游艇的引导，嘛拢升了几啊度。游艇业者表示，开船拢会提高警觉。即摆上少嘛落跳6米有啊。我们设计水位高是743的高层。那在自行车道的部分是比较没有影响的，因为它很多是都有基础结构的。一直来到四号上午，水位是来到743.27公尺，目前面潭水库有耗蓄水量，还有66.2%，拢在安全范围以内。中国水资源局表示，日月潭为三月开始，根源中化、森林地区的纯净用水，目前存库还是偏少，水位再继续降落。5月底的话，民生常用水是供水无虞的，在水库尽量保留有1个月啊的民生跟产业用水。中区水资源局表示，民生用水到5月底之前拢经营无期，目前中区水库搁伫安装范围以内，所以若是春雨来啊，加上春景需求减少，水就会使恢复正常。记者南投采访报道。国际新闻：中国昨天举行全国性的怀念活动，全国降半旗，大感念武汉医生李文良，也佫因为武汉肺炎失去性命民众。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率领的中国各地巡视警报旗顶，开闭啊声3分钟，表达对中国在武汉肺炎疫情中过身的真侪民众，也佫被对方为历史的头一个发现者武汉医师李文良这人的怀念。每一个逝去的生命都是国家的损失，民族的哀伤。今天我们同悲同戚，为他们的离去点燃一炷馨香，愿逝者安息。我们也愿意用这3分钟的低头默哀，来向先烈、向我们身边的英雄、向逝去的亲人们致以我们的最大的敬意。包括武汉、重庆、郑州这中国大城，民众也停止娱乐活动，斗阵来默哀。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早起就降半旗，包括中央电视台这中国媒体官方网站也变作乌白，表达哀悼之意。中央电视台也进行一连串防疫相关新闻的回顾。当武汉人民失去亲人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一起陪着掉眼泪，却医疗物资全国动员，举国调集，为这些事情忙碌的人们都了不起。那些医护人员了不起。你跟欧美的病例数大大增加来比较，中国最近公布的数字，本土病例却是个位数，引发是不是自家讨论？而根据中国官方到4月初3的最新疫情统计，无包括香港跟澳门，全国有3326人死亡，确诊数是81639例。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再回来关心气象。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高22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高27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高28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高22度。华岛地区上低14度，上高23度。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苏晴，咱再会。